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位于南海之滨的广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第一批敢于开风气之先到这里投资的港商。有爱国商人之称的霍英东家族正是这其中的标杆性人物。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之时，内地基础设施落后，物资匮乏，广东开始推行外商企业投资试点。年近60岁、事业有成的霍英东非常相信国家，也相信改革开放政策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随即有了回家乡投资的想法，便和儿子霍振环商量，于1980年12月在广东中山建设了温泉酒店，成为内地首家合资旅游企业。当时在北京呢，当时廖工是廖承志先生呢，他就当时是负责侨办的港澳办呢，咁佢啊幫咗老福生同一朋友就講，啱啱喺中山嘅地方咧，發現咗有個温泉。咁當時其實國內都冇乜旅遊咁嘅概念嘅，即係温泉就變咗即係一個特別嘅新嘅即係發現。咁就話建議喺嗰度起間即係温泉酒店。中山温泉酒店的成功，改變了當時社會很多人的觀念。於是霍英東想着趁熱打鐵，筹备将好经验迅速推广下去。当年广交会是中国一年一度最大的对外贸易平台，很多外商参会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宾馆，国务院提出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霍英东最先响应，他不计回报先试了再说，与广东省合作兴建白天鹅宾馆。宾馆于1983年2月开业，希望即系做样嘢系帮到国家发展。当时所以佢特别要求咧，就系白天鹅宾馆就要自己设计、自己即系建筑、自己管理。当时即系咁样做，其实困难多好多，因为即系变咗，因为当时好多条件都唔系咁即系咁具备啦。伫立在广州珠江边的白天鹅宾馆，承载了一代广州人美好回忆和情感，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是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邓小平曾三次到访白天鹅，并于1985年2月19日除夕夜在酒店内发表讲话，谈到将宣布再开放上海、天津等沿海14个城市。即系邓小平先生好难得，其实嚟过即系广东好几次啦。咁啊，包括系其实喺中山温泉啊，佢啊即系住过啊，留下名言啦，即系不走回头路啊。咁啊喺白天鹅，佢亦系因为佢以前可能系留学法国啦，咁啊对个法国面包啊特别有爱好啦。咁喺白天鹅嗰度，佢真可以尝试到当年去即系法国面包咁样啦。随着内地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推进，霍英东又发现了内地的交通运输业还是很落后，于是把业务拓展到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提出在广珠公路推行收费还贷、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的新建设方式。珠海到广州因为要经过即系5个渡口。咁其實嗰個交通個時間就好長嘅。老福生提出一個即係要有個係即係有個補償嘅，即係要有收費嘅。係咁啊，接受咗之後咧，其實對廣東嘅交通廳咧，亦係幫助好大。霍英東先生的故鄉番禺南沙，昔日被戲稱為廣州的西伯利亞，幾乎全為農田和沿海灘土。但极富远见的霍英东看好粤港澳合作的前景，提议设立经济开发区，之后又兴建客运码头，使香港至南沙航程只需1小时。如今
南沙成为国务院列出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最大的片区。40年来，霍英东先生对中国体育事业也贡献良多。他1978年便推动省港杯足球赛举行，促进香港和广东体育事业的交流合作。1984年捐赠1亿港元，设立霍英东体育基金，中奖中国奥运金牌选手。随后捐1亿港元支持北京亚运，又出2亿港元力挺北京奥运。北京亚运会游泳馆因此以英东冠名。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是首名跻身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香港人。2018年被中共中央列入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百人名单。他又被南方日报称为改革开放的符号。敢为天下先，这是霍震寰对父亲的评价。如今身兼多职的霍震寰继承着父亲的衣钵，既是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是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在各个岗位上为国家建言献策。香港其实发展呢，其实都离不开在就内地。咁我哋希望即系通过呢个香港发挥呢个即系桥梁作用咧，尤其是我哋系中华总商会，我哋比较系帮内地比较熟悉，希望系即系加强呢方面合作，系点样可以即系促进香港喺呢方面即系融入啊，即系我哋国家嘅发展嗰、那个。在大局呢，但是希望可以做点事。从中山温泉酒店到广州白天鹅宾馆，从广珠公路到开辟南沙新区，霍氏家族辛勤耕耘的根基地均在珠三角。多年来，霍震寰一直致力于向中央建议，粤港澳三地应加强互补性发展。2017年，他梦想成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确定为国家战略。我哋都系比较一路都比较重视，即系尤其是即系粤港合作。咁因为即系如果大湾区，因为三地有各有各嘅即系优势咧，如果大家可以点样系共同喺融合啊发挥到咧，应该即系嗰个得嚟嗰个即系效果咧就唔止。1+1=3，即係變咗1+1=5，係。霍震寰的辦公室地處香港港澳碼頭上蓋，望出去能看到碧藍的維港。40年來，香港繁華不減。作為深度參與內地改革開放歷程的霍氏家族的一員，霍震寰對國家未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前景信心满满。呢个改革开放呢政策就系，的确系我哋系要佩服共产党领导啦，系真系可以喺呢40年可以系即系坚持系不断咁样系发展，亦系经历过好多困难而取得今日嘅成绩咧，其实系得来不易嘅。咁我哋更加要好好珍惜咧，而面对未来，其实继续更加即係改革開放更加發展，我相信呢條路應該越走越順，越走越好嘅。